7月20日晚，郭富城演唱会广东湛江站在奥体中心举行。演唱会进行前，湛江公安发现一名网上逃犯，有网友在湛江公安社交账号留言，演唱会成了警察叔叔蹲点好机会。郭富城是继张学友之后抓逃犯又一天王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